这个部分所谓的输入跟输出哈，这个用了 N 遍了哈，这个很重要哈，标准输入跟输出哈，这个包括这几个函数哈，我们之前都看过，像这个 get character 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用过？有了哈，然后呢，这个我不太记得有没有看过了 ，f get s 有没有看过？没有了哈。F get S， 我们待会我们不是待会啦，就是在第十一章里面也会用很多哈。哦 ，F get S， 那我们第一次看，我们待会再仔细的把它看一下。那另外还有 put character， 这个有没有好像有用过了哈 ？get 就是读一个字元嘛，那 put 呢 ？put 就是 put 一个字元嘛啊。然后还有 put S 是什么？这有没有用过？也有了哈，看过了。put S 就是 S 这边代表 string 嘛。啊 ，put s 就是把一个 string 的字元常数把它印出来，然后呢 ，spring f 这个有没有看过啊？没有，没有。好，这个待会仔细看。然后呢，有一个叫 s scan f， 我们有看到，我们有看过 scan f， 对不对？但没有看过 s scan f 啊，所以这个待会这个其实都到跟第十一章的有点关联了哈，只是当然这个是在谈到。因为实际上在谈所谓的档案，我们要从我们之前的所有的输入跟输出，输入是从哪边输入？键盘嘛，输出呢？萤幕嘛，对不对？那个当然是 OK 啦。但是我们如果当你今天要面对比较，就是说你要，就是说你那个档案资料很大，你如果每次都要从键盘输的话，你不就会气死了？对不对？每次如果叫你输入100笔资料啊，你只要程式写错了，你下次再输入又要输入那100笔资料，这不是装下尾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后要怎么样从一个你的资料是把它放在档案，那你这个档案你下次程式不管怎么改，你档案就是这样，你就是从那个档案读资料进来。那你的档案如果写错可以再修改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从档案读资料？那或者是说你的结果你不要把它放在萤幕，你要把它放在一个档案，让人家可以去参考。那你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这个都是在十一章要谈的。那这里面都会跟这个有关系啦哈。这个包括，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f get string 跟这个 s scan， 这个都可能都有关系。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f get s 跟 put character。好，然后所以我们今天 put character 大家比较清楚。那 f get s 在干嘛？好，我们回来看这个。f get s 它基本上按照这边的说明的哈，就是说我们会从一个所谓的串流哈去读字元啊，读字元进来，读到哪边呢？会读到把它读进来之后，那所谓的串流是什么？串流是这个了哈，就是叫 file stream， 这个是一个串流。那什么是串流？我们待会会先看第九章有一部分也会提到这个。那这个串流呢，会把它读资料进来，会存到哪里？存到这个 character star s， 会存到这个字元阵列里面，然后会一直读到什么时候呢？读到所谓的你的这个资料里，这个串流里面的所谓的 new line 或者是 end of file 的字元，读到那个地方截止，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读到你这个 intn 就第二个引数这边，你有 n 减一个字元哈，因为它最后一个字元要加上那个 n， 就是 end of file 或 end of line 的那个概念，所以读到 n 减一个字元为止，所以它这是两个控制它结束的条件了哈，在读资料进来，哦，从一个串流读资料进来，一直读到 end of line 或者是读到 n 减一个字元，这两个控制条件，然后这两个读完之后存在哪里？存到这个阵列啊，存到这个阵列 s 啊。那什么叫串流哈？串流这个名词我们好像应该也没有介绍过哈。好，我们这边所谓的串流其实就是一个叫资料流的概念哈，这是在第九章，所以我们等于第九章，那我们要赶快看一下。好，资料流的部分我们其实待会儿也会谈到资料流这一块，它叫 string。 string 的英文是什么意思？溪流嘛啊。那我们就把资料像把它想象成就像溪流一样，它就是源源不断的这个流水啊，资料就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把它流进来，所以它叫做串流啊，叫资料流。那这些资料流在因为它既然是代表资料，所以它这个东西怎么进来呢？它可以从一些装置去读资料进来啊，所以资料流它是可以从如果是在输入的过程中间呢，它是从一个装置把资料流到主机一体啊，流到主机一体，那就变成是一个叫串流的概念。所以你把它记得 string 就是一个资料流的概念。
那它要从如果是 input 的情况之下，它会从某一个装置，那这个装置可以是什么？这个 device 就是我们电脑硬体的 device 啊，它可以是一个键盘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输入，就是从键盘输入资料进来，就是一个键盘，或者是我们可以透过磁碟机里面的档案，档案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个串流的东西啊，所以这个 stream 啊，可以把它当成是键盘输入，或者是当做一个档案输入，因为档案是存在磁碟机里面嘛，对不对？不然你的档案存哪里？对不对？档案是存在磁碟机里面，所以磁碟机里面的档案可以当成是一个串流，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读进来，然后流到所谓的主机里去做一些运算啊。那输出也是一样，输出就反过来是从主机体里面去流到一个装置，那流到什么装置？最简单的，我们最常看到就是荧幕。萤幕就是一个输出的 device 啊，输出的一个设备、一个装置，或者是我可以把它输出到磁碟机里面。那这个磁碟机当然就是什么，里面就输出到磁碟机里面存的一个档案里面。所以它可以是一个所谓的这种 device 这种串流，可以是一个标准的输入输出。那所谓的标准输入输出，就是从键盘、从萤幕啊，这个就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那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用磁碟机里面的档案，可以当成是一个输入跟输出的东西啊，输出的 device， 这个叫资料流了啊。那这个资料流概念有了之后，我们回来看我们的这个 FGANS 这个所谓的串流就是这个东西。那我们这个串流呢，这边我们当然先不讲，为什么讲它这个叫 Firestar String， 这个是以后。我们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才会说，你怎么样去 define 你的这个输入的 device 是从档案里面去读进来啊，从档案读进来，所以它会有一个特殊的格式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先不看。那我们目前如果是要从标准输入的话啊，从听清楚，从标准输入，标准输入就是从键盘。我们刚说要从一个 device 一个装置流到主机体嘛，所以那个原始的那个输入的来源的 device 是什么？在这边是一个标准输入，那标准输入就是键盘啊，就是键盘。所以以后我们这边会写一个叫做啊，这个串流我们这边就不写这个 Firestar String， 会写一个叫做 STDIN， 那 STDIN 就代表 Standard Input 啊 ，Standard Input。所以这个 Firestar String 在我们这边如果要从键盘的话呢，我们就是把它用成 Standard Input， 就标准的输入串流。那这个代表就是从键盘读资源进来。好，那读资料 读完这个 standard input 的东西进来会存到 S， 那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 n 减一个字元，或者是读到什么 end of line 的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会用 fget s 跟这个 put character， 是从标准输入，就是刚刚说的 standard input， 就是键盘来读一行文字进来。那当然，它后面接下来是用递回啦啊，递回有点麻烦啊，我们不太喜欢，对不对？你如果不用递回，我们说过也可以用什么？用回圈啦，你也可以用回圈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它做什么事情呢？它读资料读进来之后要反向的输出啊，反向的输出这些字源，就这样而已啦，其实没有什么学问了啊。那但是这边就是一个 demo 的例子啊，所以用 fget s 这个东西从键盘读字源啊，然后存到它的阵列。然后直接读等直 until 直到什么？直到这个 new line 或 end of line 的东西，或者读到它的字元的最大数量。那这字元的最大数量刚说过了，就是第二个引数要减一哈，要减一。那第三个引数就是串流，我们就用 standard input。好，我们来看我们直接看例子好了。这个例子里面它基本上不需要，只要 include standard IO 就可以了啊。然后 define 一个 size 80。那他这边用这个 recursive， 就是用递回的方式去做这个反向的印出了，所以它是一个 reverse 的一个函式，这个我们自己定义的啊。那里面是 const character star const， 所以这个就比较特别，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两个 const， 就是指标是常数，你的内容也是常数，就都不要动它就对了，不要尝试去改变它了啊。好，那接下来主程式里面宣告 character sentence size 80。然后呢 put s 啊， put s 就是什么，这个之前看过了嘛啊，就是把这个字串把它列印在哪里，列印在标准输出就是萤幕嘛啊，所以 put s 就是列把这些东西字源啊
是自源了，自串，把自串就输出到萤幕了啊。然后接下来它就是 教你怎么样使用这个 fgets 这个函数。那 fgets 第一个是什么？要存什么 ？sentence 是什么 ？sentence 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字源字串的什么？字串的名称，字串名称代表也是一个什么指标嘛？所以这个就符合我们刚刚说过的，你的指标这边它的第一个是 character star s， 那 character star s 其实你也可以用，就我们说过就是用函数的名称啊。就用函数的名称，不是函数啊，阵列的名称啦，用阵列的名称，啊，用阵列的名称来代表，其实它 也是一个指标的概念。然后接下来你要读的大小，那 后面的这个就是什么？从 standard input 读就从键盘里面输资料进来。所以你的 fgets 就可以，如果你只是用标准输入的话，可以写成这样的概念。那我们在第十一章还会再用到 fgets， 那这边就会变成是一个档案的一个说的一个语法啊。好，那读资料读进来就存在 sentence。那接下来又一个 put s， 啊 ，put s 只是一样把字这个字串把它输出，然后接下来就去呼叫这个 reverse， 然后就结束了。哦，那 reverse 是干嘛呢 ？reverse 这个函数我们刚说过，它就是读资料进来之后，它要把它做反向的列印啊、哦。所以它这边是宣告一个 const character star const sptr。那这边它是用谁去跟它对应？它是用 sentence。好，那这个 sentence 现在把它读到这边去之后，它 sentence 原来只是一个指标嘛，哈，一个指标，直到这个阵列，这个字源阵列的第一个指标位置。那现在把它变成用这个去对应它的时候呢，就代表它这个 point 这个基本上我不会去改变它的 point 的内容，也不会去改变它的这个 point 的这个位置了，哈。那这个 reverse 做什么呢？它就是用我们之前看过在做递回里面常用到的这些手法啊，语法。先就是用一个 if else， 然后呢，如果你读到的，你看它这边用 sptr， 这 sptr 是什么 ？sptr 就是你的这个指标，代表这个阵列的一开始那个位置啊。然后呢，它虽然是指标，但我们说过它也可以利用指标当成是一个阵列的概念，有没有？所以它用 sptr 中括弧零，就代表它是第一个位置啊，这个阵列的第一个位置。这个阵列位置如果等于 backslash 零，就代表是 end of line 的时候呢，我们就 return。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再去呼叫 reverse。 那呼叫 reverse 的情况之下呢，它是传什么资料？又是传这个 sptr1， 这边原来是0啊，0是代表第一个位置，1是代表什么？第二个位置，就是把第二个位置啊，第二个位置的指标啊，第二个位置的指标的 address 啊，这边又搭 ampersand 的位置，再去呼叫 reverse 啊，然后传到 reverse， 再去不断的重复呼叫它。那如果结束的话呢，结束的话，它这边它会一直回来的过程中间，它会去一个 put character， 然后呢去把这个原来前面的第零个位置的这个东西把它印出来啊，去把它印出来。那当然这个东西你如果看得懂就用了啊，如果看不懂的话，你有一个另外的方式，就是用回圈啊。如果下次我考一个题目跟你说，那一样你要做 reverse 的印啊，要把读资料进来之后，你这边的 reverse 不要用递回了。你如果用回圈，用回圈你会不会写？我们看它的例子，假设读一个资料叫做 character and string， 对不对？然后呢 ，backward 是什么 ？backward 就反过来就是 s g n i r t 大写 s 这样子反过来，然后 a and 变成 d n a， 然后什么什么 character 反过来变这样。那现在当然这个是用 recursive 的方式，用递回的方式。那如果嫌这个麻烦，那你可以用 for 的回圈去做它。那 for 的回圈怎么做？也是一样的概念，至少要先知道什么。如果这边要你用 for 的回圈去做这一块，那怎么做？这个就阵列而已啊。你把这个资料读进来，你已经用 fgets 把这个 sentence 的这个阵列读进来啦。那你只是现在从后面把它往前印而已啊。用 for 的回圈会不会做？会啊，但是要注意什么？这个 sentence 的 size 是多少？它已经宣告80哦。所以你今天如果读资料进来，如果只有读10个字元的这样一个资料进来，你如果直接从第80个往后印的话，那你全部空一堆哦，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用 for 回圈的，要做的第一个动作，你要先确定你到底输入几个资料进来。
输入几个字元进来，然后你的货回圈才可以从最后那个往前印嘛。哦，知道吗？知道吗？嗯，好。这个 recursive 比较复杂一点了啊，看得懂就用了，看不懂就用最简单就用for回圈而已了啊，所以这个你们自己回去试看看啊。所以刚才最主要是在教你们用这个 fgets 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 sentence size 跟 standard input 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另外 get character 这个我们也用过了啊，然后 put s 这个其实都用过，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啊，下面这个例子一样哈。int c character sentence size int i 零，然后呢 put s 一样是 enter a line of text。 那接下来这个回圈啊，这个回圈就蛮有意思的啊，这个回圈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回圈在干嘛？这个回圈是用一个 while 啊，是用一个 while 的回圈。那这个 while 的回圈它控制的条件是什么就很重要啊。然后呢，那怎么样去利用这个 get character 一个字元一个字元的去把资料读进来啊，资料读进来，然后存在哪里？存在我的这个 character 的这个字元的阵列里面啊。它现在这个时候不是用什么？你刚才我们刚才是用 fgets 这个函式，对不对 ？fgets 这个函式。那现在我们不用 fgets， 我们直接用 get character。那 get character 一次只能读一个字元啊，所以你就必须要得搭配一个什么？一个 conditional 的回圈啊，来读到它的资料读进来，然后存到阵列里面。它用的 while 这个回圈的方法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方法里面有什么？它的条件是什么 ？i 是一开始是零，对不对？初始化是零，零小于 size 减一，有没有？零小于 size 减一，就代表它是维持在什么？如果 size 是80，你就维持在79个字元啊。读进来，然后 and 什么？这个两个 n percent 就代表什么？两个 n percent 代表 conditional， 逻辑判断的什么？且嘛哈，然后再刮弧这个不等于 backslash n，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 get character 的刮弧，然后它这个等于是从标准啊标准输入里面去读一个字元进来，然后存到哪里？存到 c 嘛。那存到 C， 如果这个结果这样的 assignment 的结果是什么？这是指定，对不对？我是把 get character 的结果 assign 指定到什么？存到 C 嘛。那这个结果如果以逻辑来判断，如果你今天读的是 A， 那它的 C 就是 A 嘛。那这个边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A， 那 A 就不是0嘛。我们说过一般逻辑的判断不是0的就是什么？不是0的就是 true 啦。如果是零的呢，就是 false 啊、哦。所以你这边 get character 的，如果从萤幕读进输入一个 a 进去 ，a 就存在这个 c 这个什么 ？c 是一个整数哦。所以它会把 a 这个 ASCII code 直接存到什么？存到 c 这个整数变数里面。那它的结果，这个 assignment 的结果就是会 return 出回来一个就是 a 的那个 ASCII code。那 a 的那个 ASCII code 就不是零嘛？不是零的话。那当然就不等于什么 backslash n。 那他为什么要去设定 backslash n 干嘛？就是代表你输入这些字串之后，你最后总会按一个 enter 嘛。当你按下 enter 就代表就是什么，你输入这个字串结束了嘛、哦、所以当你这 get character 一直存到 c， 如果都不等于 n 的情况之下，再搭配它的 size 小于它的那个输入的字元、哦、小于这个 i 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两个条件都满足，它才会怎么样？才会执行它嘛，对不对？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会怎么样？它就会跳出什么？跳出while这个回圈啊，是不是？这个while有没有用过啊？有啊，用过也很多次了。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它在把它读进来的东西呢，它存在哪里？存在 sentence 的 i 加加啊 ，i 加加。所以一开始 i 是0哦，所以这个加加是摆在哪里？这个加加摆前摆后，这个时候就有关系了啊、哦。这个是
i sentence， 然后中括弧 i 加加，一 i 开始是零，所以是它先等于零做完之后，把 c 存到这个 i 等于零的情况之下，最后再把 i 做加加，懂不懂？所以它这个等于是也不是说讨假波啦，这个就是写的比较精简一点，不然的话你最简单的写法就 sentence i 等于 c 嘛，然后呢 i 加加或加加 i 都可以了，就这样了。那它现在直接把这个什么 i 加加写在它的 index 里面。所以它这是一个比较高干的写法啊，比较厉害的写法。那、啊、你们如果不要这样写也可以了啊。那反正这个回圈就在干嘛？这个回圈的功能就等于我们刚才的 f get s 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啊，等于 f get s 是一样的意思。好，所以这个是读资料进来，读资料进来之后呢，不要忘记我们最后要自己加一个，这个比较麻烦，是因为 f get s 它自己会帮你加一个 backslash 里，这边你没有，你还要自己想办法去。这边话有读完之后，你要自己把它最后一个还要再加一个 backslash 里，所以等于是手动了、啊、等于是它就比较手动的方式，还要自己在最后一个字元加那个 backslash 里来结束这个字串啊，结束这个字串，然后接下来只是把这个结果印出来而已了啊。所以这个方法有没有比较好？其实好像也没有了哈、啊，只不过这也是一个 demo 示范，说你们怎么可以去怎样去用 get character 的这个方式去读一个字串进来啊。那这边的结果。好，那 SpringF 这个我们也没看过，对不对？ SpringF 是要怎么样？是把资料要储存在阵列里面，字元阵列里面、哦、我们常用的叫什么？ PrintF， PrintF 是什么？输出嘛。那 F 代表有格式化的嘛，对不对？那 PrintF 是要把格式化，那输出到哪里？输出在萤幕啊，对不对？ F这 printf 本身它就 default 就是输出到萤幕。那我现在如果不要输出到萤幕，我要把它输出到一个字元，输出到一个所谓的阵列，啊、哦，输出到一个阵列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用这个函式，这个函式叫就是把 printf 前面再加一个 s， 那 s 就代表 string 的概念 ，string 就是什么字元嘛，啊、哦，字元。所以我们要把资料列印到阵列 s 里面去，我们就用这个 springf 这个函式啊。哦，那这个如果没看过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其实它的概念跟我们的 printf 几乎是一模一样啊，转换指定词是一样的啊。那接下来这个程式在干嘛？接下来这个程式我们来看它在干嘛。这个很简单啦，你看它这边只是一个 demo 的例子啊，一样 size character s， 然后 int x double y， 然后 put s， 然后接下来你 scanf 再读资料进来，就读一个整数跟读一个 double 的资料进来。那读完之后呢，我如果现在要把这个 x 跟 y 把它存到哪里？存到这个 s 里面。如果你想想看啊，这边如果没有 s， 没有这个 s，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的 printf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嘛。那如果没有这两，没有这个 s， 这边也没有这个 s， 就是 printf。那 printf 就是一样把什么，就是把 s 跟 y 这两个资料把它印出来而已嘛，就这样而已啊。那现在只不过在前面再多一个 s， 然后你这边是用 sprintf 这个函式，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后面这一串格式化的什么输出，现在 不用输出到萤幕了，现在输出到哪里？输出到 S 这里啊，输出到这个字元阵列啊，字元阵列。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字元阵列再把它印出来，就这样而已啊。所以假设你今天输入一个整数是 298， 然后输入一个 double 是 87.375， 那它就会根据这边把它输出到，把它 printf 到哪里 ？printf 到 S。那 printf 到 s 我们还是要看它结果啊，所以这边其实又是把这个 s 的结果又打用 printf 把它输出，所以就这样而已了、啊。所以这个，那这个东西我们会在我看 springf， springf 这个以后会跟我们跟档案输出会有点关系，好了，这个我们下次看到再说。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scanf， ss scanf。好， ss scanf 这个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是 scanf， 对不对？那 scanf 是从萤幕读资料进来，从键盘读资料进来，对不对？那现在这个 s 是代表什么？ s scanf 是代表从字元阵列里面去读格式化的资料进来啊。那它跟 scanf 的功能几乎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加一个 s。而且它是从哪里读？是从字元阵列去读资料进来啊，读资料进来。那这边一样，我们直接看例子啊。
假设我们一个资源阵列是什么31298，然后空一个87.375，啊，这个是一个什么？虽然看起来是数字，对不对？但它其实是资源的阵列啊，资源阵列。那我接下来去读资料进来的时候，用 scanf， 那接下来这边就多一个 s， 就是你的这个阵列啊，资源阵列 s。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就一模一样啊，一样 %d %lf， 那对应一个 n%s 跟 n%y， 就分别去读整数的变数跟读一个 double 的变数进来。那它这时候就直接从哪边读？这时候不是从 keyboard， 而是直接从这个阵列啊，这个资源阵列里面，它自己就会读出，就把 s 存成31298，然后 y 就存87.375，就这样子。所以它就是从资源阵列去读资料进来，所以用 scanf。那要把它资料存到资源阵列，就是 sprintf， 就这样而已了啊。所以这两个是比较特别，我们没看过。好，接下来8至6到8至10这一边哈，大部分都是在做一些字串的处理操作，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哈。这个以后你们如果真的有需要用到的时候，你们自己再来这边翻一翻吧，来翻一翻它的函数，这些函数到底在干嘛啊？包括 string copy 啦，什么 n copy 啦 ，r copy 等等，反正这个你们自己看了哈，这边我们就跳过。那这个也是一样，如果你在做一些比较字元字串的比较，啊，你如果有两个字串要去比较它们中间差几个字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函数啊。那这里面我们也不看了啊。刚还有一个什么？哦，还有搜寻，你可以在字串里面做一些搜寻啊。那这些函数也是一样，你们需要用到再看了啊。还蛮多的啊，这些其实都还，你如果真的是要处理字串的话，这些功能，这些函数功能真的是还蛮有用的啊。那另外包括记忆体的部分啊，这我们就不看了。最后有两个啊，我们也许可以看其中最后一个叫 string length 啊，string error 只是说你如果要输出什么 error message 的话，你可以透过 string error 这个函数去把这个 message 把它传出来。那这个函数的 message 会有不同的了，它会有不同的编号，不同的编号代表不同的这个 error message， 它的错误的讯息啊。所以这个 error string error 你如果要你自己的程式里面，如果设定说它有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把它印出来这个 error message 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函数去输出了啊。那另外 string length 这个比较可能也许可以用得到。string length 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像你如果有一个字串是80个字元，那你今天如果只有输入10个字元，那你要先想办法找出确定你只有输入10个字元，那你自己可以用一个 for 的回圈，或者是用一个 while 的回圈 去看你到底真正 user 是输入几个字元。今天这个 user 也许输入10个，下一个 user 输入20个啊，对不对？所以不一样，你要那个是一个变动的东西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知道 user 到底输入几个？因为你要知道他输入几个重不重要。像刚才那个例子，你如果要从最后一个字元往前印，那你当然要先知道他输入是10个还20个嘛，你永远不能从第80个字元往后输嘛。所以它这个就是要知道它的长度，要知道长度，当然你可以自己写一个 while 的回圈去决定啊，去 count 它的这个输入的字元是几个。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去呼叫这个 string length 这个函数啊。那 string 这个 length 函数，它就会去算它的字元的长度，而且这个长度是不包含这个 backslash 零啊，不包含这个所谓的结束字元的部分啊，所以它就可以告诉你这个 character 的 user 到底是输入几个字元进来啊。所以这个是 string length， 这个是可以去使用的一个函数啦。啊，这边有几个例子一样，你们自己像 string error 2啊， string error 2代表是什么？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是，那你怎么知道要输入 2？ 那你可能就是透过其他的函数来告诉你说没有得到这个结果，那你就自己要搭配这个去做输出啦。那 string length啊 ，string length 它就可以告诉你，像你输入这些无为不为这么长，它就告诉你有26个字元，那 FOUR 就4个字元 ，Boston 就6个字元，类似这样。所以 string length 这个倒是，可以想可以尝试去使用它。不过当然你要用这个 string length 的函数的时候呢，你要 include 这个 string 点 h 这个啊，一样要 include 这个 library 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搭配这个去使用，它就比较方便。OK， 这是第8章的部分啊。
所以我们就先上到这边，这个